大家好，我是 VJ Nico， 欢迎回到周末去哪放。圣地亚哥有70迈的海岸线以及许多美丽的海滩，让我带你们看这周的 Top 3 and ongoing event 吧。 Let's go。 Number 3， 冬季仙境。He sings a love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这首歌想必对于大家来说算是每年冬季里 常听到的一首歌。而今年呢， The Global Winter Wonderland 将第一次来到圣地亚哥举行。前几年 Global Winter Wonderland 的灯会都吸引到了总共40万名的人次前来参观，而这一次呢，圣地亚哥居民除了可以在 SDCCU 的体育馆内欣赏到各式各样的冬景布置，也能看到许多杂耍特技、溜冰和乐队等各种精彩的演出。 Number 2， World Eat。由 San Diego Magazine 所主办的 World Eat 将在这周举行。美食可以算是许多人对一个国家所感受到最直接的文化体验。而为了庆祝圣地亚哥当地的多元化的 community， San Diego Magazine 找了19家当地餐厅来提供13个国家内的招牌美食，其中也包括了 Brazil、Italy、Japan、South Africa 和台湾等多个国家的美食哦。这种让人同时体验到各国特色菜的机会真的不多，想尝试的朋友们把握机会。 Number 1， San Diego Ramen Festival。 第二届的圣地亚哥拉面节回来咯。这一次拉面节里有超过十多家圣地亚哥道地拉面馆为现场提供新鲜出炉的拉面。在这里，你除了能品尝到各种不同风味的拉面和汤底之外，也可以在现场参与大胃王比赛、日本酒 bar 和许多各式各样的拉面艺术、太古和服舞蹈等日本传统和现代表演，真是令人值得期待呢。周末去哪放 ？Snow Day LA， 洛杉矶的冬季冰雪乐园又来了。在距离市中心五分钟的 Montecito de Leopoldi Park 里，将举办10000平方英尺的雪乐园。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许多被冰雪覆盖的圣诞树之外，也可以看到互动灯光秀、姜饼屋，而且也能在这里堆雪人、溜冰、滑雪橇和体验各种不同刺激的滑雪道哦。Snow Day LA 从10月7日的每周五至日到12月16日的晚上6点至10点开放，趁冬天的来临之际一同享受冰雪乐趣吧。这周电影推荐《正义联盟》，由Snyder 所指导的 DC 漫画电影 series Justice League 将在这周末上映。故事情节发生在于 Suicide Squad 之后，自从超人的逝世之后，原先的英雄联盟也随之瓦解。而这一次呢，蝙蝠侠为了准备对抗来自 Steppenwolf 和他的军队Parademon 的威胁，而开始召集新的英雄们来重新组织正义联盟，一同对抗外敌的威胁。以上就是本周周末去哪放，我是 VJ Nico， 这个周末就和我们 SoFun 一起吃喝玩乐，度过愉快的周末吧，我们下次见，拜。